各位 CCP 的伙伴，大家好，我是橘色人格的热血中漫哥，今天特地穿橘色的衣服来拍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进职场后如何做不一样的事。举例，在第八届、第九届，我曾经做了三天两夜的企业参访，学校规定上五堂课，我上了17堂课。今年回国来担任教练，也上满了10堂课，而且又多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例如我邀请了第八届、第九届的小组长回来做职涯的分享，我邀请了资诚的会计师 Frank 跟我一起合开一堂用会计数字来彰显 BU 价值的课，我跟英特格的 HR T 姐合开了一堂撰写履历和面试的课程，另外我还请了夜师中的夜师卡姐来上四色的沟通力。现在上过课的学生平常在聊天中还会聊到蓝金举例，这是总结这个共同话题。而且今年我还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就是录了人生的第一个 podcast。 比较不幸的是，在开课没多久之后疫情就来搅局，但如我们高姐所说，不要浪费任何一次的危机，我们还是排除万难的排了一致的企业参访，也把住友峰包场的职涯50秘籍的课程也把它上完。当天看到学员们拍的很让我惊喜的影片，还有结业的影片和成果的报告，其实我的心都已经融化了。那疫情下听说又不能办实体的结业式，我还是决定拍一个不一样的影片来勉励大家。我直接把我最爱的团队中的老中青三代一起来拍摄这篇影片，让大家感受如何带领一个跨世代的超强团队。那首先从我们年轻一辈，我在上课的时候，大家知道上统一的课一定都是吃吃喝喝，然后我还兼差当网红来卖巷口拌面。那谢谢大家的捧场，其实我真的卖了大概上百组，那也还亲自当 Uber 把产品送到来配到大家各位的手里。那这个产品幕后的研发，就是才刚进公司两年半左右的曾毅所开发出来的。曾毅想要告诉大家如何在短时间变成我们部门的拌面达人吗？大家好，我是曾毅。那其实就是平常中餐就是会要求我们就是可以到街边去寻找一些美食来吃啊，然后在大卖场超市看到就是竞品有哪些东西都可以买回来试试。那这样长期的去尝一些美食，就可以大家知道调味的一个状况。那再加上我们团队里面有很多的类似像老师的前辈，都来教导我们怎么去做一个调味。那在每一个阶段也都会请中看还有类似老师的前辈们来做一个试吃。那这样一来一往，然后脑力激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可以告诉我们很多老师的调味。对，所以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巷口拌面。那如果有听过中信的庆泉学长的这个 podcast， 应该有听过他说的五瓶眼泪的故事。那我是没那么厉害，会收集到五瓶，可是有一次不小心也把我们年轻一辈的 robo 逼出了几滴眼泪而已。那下一波我们要开发一系列的产品，也有 robo 开发的，到时候也请大家要多多支持。那我请罗总来告诉大家如何在职场一直保持正向的能量。好，大家好，我是罗总。那其实职场是一个蛮容易累积负能量的地方，尤其是当就是主管跟下属立场不一样的时候。那记得是有一次在会议的时候，因为就是在会议的时候我当下觉得很委屈，那在会议当中就哭了。那在会后就是钟汉有把我留下来教练时间。那其实在教练时间钟汉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发言机，那其实跟就是可以明显感受到跟刚刚在会议上的钟汉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个时候的钟汉是充满正能量的。那我也很感谢我那一次的教练时间，可以快速的把我在会议中累积的负能量转变成正能量，然后再分享，快速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就是热情的工作。OK。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新品，大家为了这几滴眼泪也要帮忙买一下。好，那接下来再介绍我们中生代的豪俊。好，那现在是我的主主管又兼我的代理人。听说两年多以前我要来到这个部门的时候，大家紧张的要死，你可以帮我说明就当时候的状况。好的，我是豪俊。当时候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就是部门其实是已经在一个惯性的一个单位，然后呢并不是那么的积极，
那时候听说庄哥要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严谨的一个作风，所以说大家当时候真的是吓得半死。那我那时候自己的反弹呢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曾经在整个在部门面前呢是用干搞的方式呢干搞的很大声，然后呢这个当然也是造成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况，就是让下属觉得我们是在骂我的部主管这样子。对，那后来呢这个今天这次的事件之后呢，经过庄哥这边呢跟我教练时间，然后呢也在短时间内，然后呢来教导我，并且呢给我很多的压力，那在这个短时间内我才能去成为一个主管。那虽然说过程非常痛苦，但是最后的成果是非常的甜美的。 OK， 所以情绪掌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改变惯性在职场上也是一定要做的，是应该是这样子。好，那建立了这样一个超强的团队，其实我也还蛮庆幸的，所以我最后还是要勉励各位同学哈，进职场还是要多看一些书，例如说我在开幕式有分享李和田老师的书《别逼猫啃狗骨头》。在像我们这样一个跨世代的团队里面，还是要照老师所说的，要注重你们的 view， 注重你们的 future， 你们的 free， 你们要很 free， 你们要很快速的、很 fast 的成长，而且要很 fair 的看待，这样才能造就一个强的团队。那从1月14号我们的统一组第一堂课上到现在，其实也上了10堂课、每堂课都教了一些学校没有教的事情。如果有在素有风上过我包场的职涯分享的课程的伙伴们都知道，我的最后一张 PowerPoint 里面所写的是没有用就没有用。我希望各位伙伴们能够把 CCP 29位教练所教给你们的内容内化成自己的职场，然后就像那句话，把它翻成台语来说，不用的不都用。所以最后我想要邀请我的亲密的战友一起祝福各位学员毕业瞬间时来